咱现在看到国内有一挂即海岸线，拢用即海洋为废弃物。根据即海保署的统计，去年受到疫情影响，静波静海活动有较少，海洋的废弃物诶清除量有那比前一年有降低。啊，毋过即海废的回收再利用的量，共有成长超过七成。看准少年族群热血，阁有行动力。新北市环保局甲网红合作，体验净滩合作社服务。环保局甲沿海31间店头合作，提供椰巴、手套、粪扫袋仔，拿来到海边啊耍，因为粪扫心情叮当，欢迎动手捡起来。去旁边的店家，然后借个用具来捡一下，捡一下。净滩不但是欢迎随时来，更加鼓励长期利用。环保局甲五个民间企业利用 1.2 公里长海岸线，去年民间就自发举行640场净滩。以政策支持，新北市去年嘛是全台湾清出上多海洋废弃物的管区。海废哈，正因为它目前来看起来是源源不绝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必须还是要持续的来清理这个海滩的垃圾。但是更重要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，让民众了解到源头减量的一个重要性。去年因为疫情影响，净滩净海活动减少。海保署统计，海废清除量比前一年降低657吨。分析第四季海废六成外海漂而来，超过九成是非资源垃圾，有一半无法度分类。不过有进步的是，废弃希望啊稀缺，回收增加，带动海废资源回收成长超过七成。废弃的渔网会到放到这个渔业署他们在各渔港设置的渔港暂置区，去把它分类回收做好。他们可以去做衣服，做太阳眼镜的眼镜框，那甚至呢，就是我们也可以常见的一些袋子。当年关心海废议题，丁勇环境顾问公司执行长严宁认为，离渔港设置暂地固定措施，确实会当为源头减少废弃物进入海中，大力推动。不过，伊表示，依然要继续加强渔民教育，因为废弃物若等入海中，就真歹再利用。伊认为，海中的状况阿无有够的调查会当掌握，目前真可能是低估海底之下污染状况。记者们王兴中台报报道。